你们说我这姑娘美不美？她叫啥名儿你们知道吗？叫啥媳妇儿？她叫卷炸链儿。哎呀，还叫媳妇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宝贝儿啊，今天呢就这么热闹啊，就在现场，咱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好不好？啊，中不中？你们说中不中？哎，引用一下咱们的经典语言，给大家来一句。哎，客官来喝茶呀，来，客官来喝茶呀。咦，好不好？这脚底底的小声音，客官来喝茶呀。来管啊，这个权力交给你啊，你就给我抽准了，开始使劲吹啊，甩出去啊，来。咦呀，呀呀呀呀呀呀，哎，来来来，大兄弟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有对象不？有对象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他对象给哪儿呢？我给你说一下哈，就接他玩一会儿，都还给你了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咱这是开个玩笑，不当真啊。回家别让鬼留恋。来，来给我的那个乘龙快婿让个路啊，让我看一看。咦，你这个手抓的怪快的，还。来，我单身。啊，单身啊，单身，单身我都不害怕了，我都怕你回去跪跪那个留恋呢，还有方便面不让碎啊，跪着键盘还不让打出来字儿 啊。这个后顾之忧倒没有。啊，那我就不害怕了啊。来，那个，我把她嫁给你中不中？行啊。咦，还行啊，你还怪不挑。哎，俺闺女一天嫁好多遍啊。哎呀，那我可当真了啊。你当真？他一天加18回，你还当真嘞？来，那个你冲着他唱首歌，唱他心里去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唱真好听。是宝不是？是。咦，还是，你看给你美了吧。哎呀，你听过他唱的歌，你要给他学一个技能好不好？来，宝贝儿，你就把你拿手的那个曲啊，不是那个长虫，咱们河南叫长虫，长虫舞就一拱一拱的那个啊，来，你给他拱一个，让他学一个。哎呦娘啊，啊，我的心脏啊。来，你这个就是，你看你咋整像吧，就学一下来。对，别紧张，拱，给他拱一个。哎，对了，来，你这拱，我总觉得么像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从那水里边钻出来了。来哈，不用紧张啊。这个你也学了。现在呢，我再让你享受享受，好不好？来，往这儿来。对，坐这儿体验一把当皇帝般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让他单独给你舞一个。好，来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客官，俺家女儿美不美？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咦，你还不想说呢？来，大声给大家说，美不美？美。耶，这就对了嘛！来，择日不如撞日啊！来，现场给大家拜个堂，好不好？来，牵着咱的绣球啊！那个，你们今天虽然没牵着这绣球啊，但是你们未来的小日子一样像这个绣球似的，红红火火，鸿运当头啊！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来，面对亲朋，来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
这个动画你都背。33岁，然后呢你现在在哪里？买了房子在郑州，老家是周口的。啊，老家周口的，卖了房子给郑州了啊。这个你对未来想处一个什么样的朋友？我不想说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因为人是有情感的，不像螺丝，错一个丝就拧不上。咦，主要是看眼缘。会了多。来，那个咱们先瞅一下咱们这个女嘉宾区啊，有没有哪个对眼缘的？爸爸们，三十几岁以下都中啊，还是比你大个两三岁也可以啊。小个几岁或大个两三岁也行啊，小个几岁大个两三岁都可以。有没有哪个美女想上来跟他交流一下啊？我先声明啊，咱不是婚介所，不是上来就让你们结婚的啊，处个朋友聊一聊，合适了咱们再往下面走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哪个宝贝儿愿意上来跟他了解了解的？下面那王成我一能给我了解了解，走下去不中。这几个太小，那几个有比我大啊。来，你想35岁以下就行。 对吧？对对。来，这个咱们现场的啊，咱们这个圈外的也可以啊，只要你们是真心实意想交个朋友啊，可以认识一下的话，35岁以下地区不限，没有那些条条框框啊，就是只要你们能聊得来啊就可以。来，让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哪个美女。你给哪儿呢？啊，来，往这边站一下，帅哥。我大兄弟，真看看。行。来，没，你俩举手了，你坐那高弄啥嘞？又摔着你咋弄？你说你气爆上。哎呀，来，哪个美女宝贝儿，来给我伸一下你的小手，我看看。35岁以下就可以哈，愿意认识个朋友的话，可以上来交流一下。哪儿呢？来这边看看。行。来，这边有没有？大老爷们儿举啥手嘞？哎呀，那你来吧。你还真不挑，那个大老爷们你也叫得上？哎呀，开玩笑。咋认识个大哥一种啊？开玩笑。那他还知道开玩笑，这会儿他不紧张了啊。来，这个有没有35岁以下的美女宝贝儿想认识一个朋友的？啊，来勇敢的踏出你们的第一步啊，好不好？38中不中？太大了。啊，他说有点大啊。咱不勉强他，好不好啊？尊重他一下啊，给他点面子。来，那个这边有没有35岁以下的美女宝贝想愿意上来认识个朋友的？哎，那这样吧，报个号。咦，他都折着程序了，不想耽误弄的时间哈。来，没事。哎，来，你报一下您的号码。如果说下面有对他有意思，想跟他进一步接触一下的话，可以在咱们景区里面偶遇他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报一下吧。行，156，然后1788-6792，1561788-6792。好的。下面如果哪位美女想跟他认识一下的话，可以在咱们景区里边偶遇他。好，谢谢你的参与，谢谢。好，这边可以。帅哥，你也别紧张啊，大侄子大侄女，你俩那个，你瞅着我光笑弄啥呢？一看见我就这样。哎呀，不看我笑乖啊，你看他一眼。你，哎呦，这底下我都不用说了吧？啊，你们两个互相都那个挺合适的，19岁，慢慢的聊啊，不着急，好不好？先认识一个朋友啊。来，大侄女，来，慢慢的聊，不着急，好吧？咱们就先认识个朋友啊，没说上来就马上就处成对象了啊，合适的话再进行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让他俩留个联系方式吧。来，你们两个留个联系方式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呀。呀，你不激动了，好吧？这个浑身都搁那颤抖了都。哎呀，不要激动，认识个朋友好不好？哎呀呀，这脸红了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跟那苹果一样。来，呀，点错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
不要收，不要兜啊！现在他是激动了心，你是颤抖了手，来慢慢。又跑了。咦，好，这个，哎，你说。哦，谢谢干娘。咦，不用客气，我的大侄子，哎呀，哎呀，来，那个你们两个，那个来，友谊的拥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友谊的拥抱啊，来。我的大侄子大侄女可以，我尊重她，女孩子嘛，矜持哈。然后那个咱那个握个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尊重你们啊，来握个手啊。哎，恭喜你们二位成为朋友哈，下去嘛慢慢聊，好好聊，不要着急啊。好嘞，从这边下吧。来交给你了。就是没有合眼缘的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圈外的啊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边有没有？来，这边看。啊？来，就是山东附近的都可以啊。来，看看有没有哪个合你眼缘的，然后愿意让他上来跟你就是认识一下。来，有没有山东的？来，给我举个手，35岁以下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来，这边。来，你们的机会来了，把手举起来啊！山东附近和山东的，35岁以下，来。把你，山东的，你山西的喊啥？哎呀，来。这个单身想认识一个朋友的，来山东附近的或者山东的，35岁以下，来举个手，把脸露出来给我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那没有的话，那山东临沂的你要不要看看？啊，戴眼镜的这个，就那个，来。你到这儿来看，这个，山东临沂的，谁35？啊，他35。你愿不愿意让他上来，就是跟你聊两句？来，你上来吧，上来聊两句。咱们这个不勉强啊，合适咱们才能那个就是。你们才能往下聊啊，不合适不能勉强，对不对？来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来的那个山东临沂。啊。跟河南挺近的。啊，我今年我是90年的，今年35。啊。我现在自己干着一点其他的个体，然后正常上着班。啊，正常上着班，然后还有个小生意，啊。完了，那个你感觉他愿不愿意跟他让他跟你就是交流交流？不愿意的话，咱不勉强哈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愿意的话不勉强啊。啊，就这样是啥意思？就是你报个号是吧？不聊了。啊，那个。那就那咋弄？他不聊了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愿意聊的话，那就不愿意的话，那你这样吧，美女，谁要是愿意跟他认识认识的话，我让他报个联系方式，你们私底下在这个景区偶遇他，好不好？你愿意报吗？哦，尊重你啊，尊重你。不愿意报的话，就偶遇吧，好不好？就看你们的缘分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美女这边请。哎，我是孙楠的。哎，这个你今年多大了？30。30了，对。现在高铁。啊，高铁。然后稳定工作，啊，非常勇敢的一位漂亮美女，愿不愿意跟她接触一下？你愿不愿意？您都出来晒了吗？哇，哎呀，这会儿都不用拿打了哈，咱不黏住了，愿意认识个朋友，那就会更好。好吧，愿不愿意？哦，愿意。你了？我愿意。那来吧，你们两个留一下
哎呀，这就是嘛，你看看这女嘉宾们，你哎呀，你勇敢，我感觉我老杜拉了这眼神，哎呀，夸就你是吧，哎呀，这个缘分的开始就是这么神奇啊。来加一下联系方式，来，这个我跟你说啊，还是那点儿，擦亮眼睛，谨慎交友，聊得来啊，咱们再聊；聊不来，不勉强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交友一定要真诚，好不好？啊，交友一定要真诚，慢慢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干长。哎，来，恭喜二位，那个友谊的握个手，还是拥抱一下。尊重女士，尊重女士。你看，哎呀，老绅士了，来，这边请吧。啊，您吴做技术员呢，跟、啊、技术工程师。啊，你是湖南还是？哦，来自湖南长沙，雷锋的故乡。哦、啊，湖南长沙。就是长沙市万城区。啊，你现在那个多大了？哦、我是就是单身三年了。啊你，啊你女孩有多大呀？女孩上初中，她刚才说。哦，湖南长沙是吧？哦，我妹妹也是在湖南长沙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不小心，他说他妹妹也在湖南长沙。哎呀，呀，我觉得大家说合适不合适啊？哎呀，我也觉得挺合适的啊。这个他哪一年？40岁。啊，没问题是吧？赞不赞成？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尝试着去交流一下啊，试着去沟通一下，三观相同再在一起，好吧？不着急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你们两个互相留一下联系方式。哎，啊，可以可以，来，咱们仨一起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呀，我也是，今年结婚，明年抱娃，你比他俩还急嘞，我的天爷！哎呀，哎呀，来。来，咱们好来，好嘞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老满意了。来，你们两个那个留一下联系方式，好吧，留下联系方式，然后咱们下面这个慢慢的聊，好吧，慎重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交友一定要慎重，谨记我的四个词儿啊，相识相知才能相恋相爱啊，我希望他们两个可以都成为未来后半生的依靠啊。哎呀，哎，不着急，慢慢的啊。你看你黄了呀，亲，哇哇哇，哎呀，我亲你脱了。呀，这个下呀，现在都开始给这儿编辑宝贝儿，我的天哪，咱下地也慢慢改好不好？哎呀，来，咱们来那个来见证一下他们友谊的拥抱，好不好？没关系。啊，可以可以。最后想说两句这个心里话啊，我觉得开封我来了4天，这里美景开封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在万圣上这个现场，就王博说媒，真的是我亲身感受了。我希望大家相信爱情，这里没有任何套路，没有费用。希望你们在开封，我借这个风水宝地啊，再次感谢开封，感谢王婆说没做的，感谢李嫂子。我是真的，我感觉今天比较幸运，三五是有我一个兄弟啊。呀，太激动了。我就是有点激动，谢谢大家啊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感谢你信任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来来来。来，那个，哎，友谊的拥抱一下吧，好吧，浅浅的友谊拥抱一下。啊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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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浅浅的，浅浅的，没关系的，来，来嘛，来嘛，来，来吧，你主动吧，你是男士，好吧，你是男士，来来来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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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
谢他们二位啊，来，下面你们两个慢慢聊啊，好，不着急啊。上来 ，Come on, baby, 来，勇敢的，勇敢一点，对吧？你这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走。啊，你闺蜜啊，你要闺蜜好，来。来了，看得出来你也属于那种比较洒脱的性格啊，他直接就给你摆手了。主要是你老盯着我看，那么多女嘉宾就盯着我看，可死盯着我。我都想着女神了，还不叫我盯啊？哎呀，嫂子就喜欢盯我，一会儿我盯这个，一会儿盯那个哈。来，你介绍一下自己。啊，我是山西临汾的，我叫张瑞。我今年28岁，独生子女。叫完了。独生子女啊，性格也挺好的，上来一点不紧张，一点不怯场。我也是独生子。他也是独生子，啊。远是不是问题？因为有车，有火车，有动车，还有飞机啊。这个，而且现在只是你们两个认识的朋友，对吧？将来如何发展，还要看你们两个三观相不相同，能不能聊在一起去，对不对？啥事儿能急吗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他喜欢白胖白胖的，对吧？你是学会了咱河南女孩回啥知道吧？溜馍，那个馍一溜出来都是白胖白胖的啊。这样，那个你是有点觉得他瘦了是吧？那咋弄？你再吃几斤，再多吃点饭，吃胖点儿。我天天都瘦。天天。我吃，怎么吃都瘦。怎么吃都瘦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怎么吃都瘦，还得吃，好吧？来，这样，你要是不能勉强你俩啊，愿意的话就留联系方式，不愿意的话我让他报号码，好不好？来。这个帅哥啊，我让帅哥报个号码。你们下面如果愿意，96年属老鼠的，93年属鸡的，89年属蛇的，不是的就别举手了，我看不见。老鼠、鸡、蛇，老鼠、鸡、蛇，你哪的？你哪的？你是哪的？许昌。离那么远，我咋走啊？我独生子女，家太远。独生子女啊，白胖了，白胖了，来给我举个手。那你这样，你让他上来行不行？咦，他还嫌浪费他时间了。白胖白胖。我不要上门的，我家不要上门的。他还不要上门女婿了？真不要，真不要。白胖的，让我瞅瞅啊。那边都看不见。来，那边有没有白胖的？来举个手的。来。哪？哎呦，你行，他白胖的，胖了。也就你了。我先认识一下哈，来，上来吧，小伙子，来吧，上来吧。哎呀，我这大兄弟，你在北京见过我？哎呀，请吃饭，旅游到北京啊，请吃饭。我刚从杭州回来。乖，他上来了，不要三心二意，看到没？先看他，啊，别胖的，来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就喜欢你的脸型，跟有模样的，来。我来自河南许昌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看你给个猫样了，看他一会儿能给他吃喽。你看得，猫吃老鼠正好啊。哎，那你现在是在哪工作呀？在扬州，江苏。啊，在江苏扬州。啊，这个都不是问题。刚才说了，首先前提就是你俩得合适，对吧？得聊得来，才能就是发展。先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什么决定都不能着急下，
好不好？你喝食了？你啊，对，先认识一下，来，那你俩那个让他俩交换一下吧。你弟兄几个？我下面是一个妹妹。啊，有个妹妹。他妹妹是个研究生。哎，别疼啊，一会儿夹子露出来了。哎呀，炸葫芦盆了呀！咦，我来开车来的。咦呀，好了，来，在大家的见证下，你们两个留下联系方式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给我吧。呀，来，往这儿站。你傻你，他相中你了。哎呀，哎。啊，你闲聊聊，合适了就继续哈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合适不勉强哈，强扭了瓜不甜啊。哎，那个，来吧，你们两个，我跟我闺蜜来的，你给我闺蜜个机会呗，也摇号也摇不上她，急死了。那同意不同意？